被罚站，因为他们跟他一起讲话。是哦。对。他上课一直讲话就会被罚站。被拉耳朵。那依依在学校有没有一直讲话被罚站？没有。没有吗？这个嘞，火箭的历史。你怎么会念？真的耶，是火箭的历史哎。对啊。哇，我先念的。怎么你会念火箭的历史？对啊，这样子我就不是小屁孩了耶。我是小屁孩了。这样你就是小屁孩了耶。火箭的历史。答对了，好，再来。好，火箭的历史。答对了耶、give me five， 哇，自己会自己念，那你还会自己念哪一个？我是小屁孩。我是小屁孩。哎，好笑。火箭的历史。我答对了，那再看下一页吧。好。嗯。那个是炸弹啊，炸弹跟火箭有什么不同？你看，我看这个怎么没有跟这个一样啊？这些都是科学家，研究火箭，研究飞弹。我想成为太空人。怎么好像字的字数不一样？很难见。